所谓。什么时候了，在这跟我玩过家家？我是指挥，你们是指挥啊！秦奋，如果因为你的姿势发生任何音准或者节拍错误，给我滚出去！还有你们大提琴，搞什么呢？转调不够干脆，揉弦不够饱满，有好好练习吗？中提琴，功法都对吗？尤其是单簧管，还有双簧管，在这跟我吹什么呢？最后一共就这么点时间，好好听我的指挥，不要出半点差错，知道吗？听明白吗？就算我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用吧，还会吓到他们。贝多芬在拿破仑即位时就放弃了献曲，反而把名字改成英雄，所以就算我变成暴君，恐怕也无济于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心灵手巧啊！你要弄死我啊！我还把我们两个人绣上去，可爱吗？好丑啊！明明就很可爱啊！面粉、猪肉馅儿，这个干嘛？我要跟你一起包饺子。我是不可能跟你一块包饺子的。哎。你是怎么把这个皮儿包上的？就这样。为什么我包出来就是这样呢？怎么包的那么丑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记得我以前会包饺子的呀。好香啊！这个是我包的。是吗？我看我自己包的好像没有食欲了。哇哦！包的好好吃哦。节日快乐。哎呦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您老不正经。什么叫正经？什么叫不正经呢 ？A 团和 S 团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您能干点正事儿啊？哎呦，我就是为完 S 团再到你这儿来的嘛。他们排练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来是帮我选拔人才来的，你就要认真一点的对他们，不要总是选择放养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选择这个 S 团。哎呀，说话就行。哎呀，行了。我就是因为看出来他们都是有放养的潜质。放养潜质？看，古典音乐严肃讲究。是音乐的小众之美，而 S 团呢，在平时生活中平凡普通，可正是他们的平凡普通，在古典音乐当中就显得是那么的独特。他们有生活，有明显的喜怒哀乐，他们对于音乐的爱还是那么的纯粹。而 A 团呢，个个都是尖子生，也都是好孩子，可是他们就是缺少了这种纯粹。而正是这种纯粹，如果利用的恰时恰当，一定会一鸣惊人。我难得看你这么正经啊。不过你说的这个恰时恰当，指的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吧？到底是我的愚眠，懂我。哎，说话就行。创造力不仅仅需要挖掘、开发，还需要引导。我答应过你。帮你挖掘人才，可至于引导，这个需要慢慢来。有的人需要推一把，而有的人呢，要点到为止。嗯，
希望如你所说吧，因为毕竟学校里太多人在质疑 S 团，这次就要靠他们自己了。 还是雪菜肉丝面啊，两个牛肉面，两个牛肌面，我不加蛋。上了上了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这个 A 团啊和声乐合作以后，网上好评很多，现在 A 团是越来越给百济争光了。费大师，那个 S 和 A 团对抗赛是认真的吗？今天 S 团好像也在练习了。是啊，这费大师明明都不指挥了，这还比什么比？ 所以我说呀，这种乐团之间的比赛不好玩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行吧。啊，你接着聊，接着聊，马上走。干脆直接解散，而且这帮孩子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将来还要面临很多工作上事业上的选择。而且，李真言毕竟是钢琴系的学生，对吧，胡老师？ 说你呢，胡老师。这个茶啊，太香了。哎，你跟他说什么呀，张老师？没说什么。这茶好香。其实我看每个毕业季都差不多的，好容易有一点新鲜事物，费大师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着急了吗？我是说这茶好香，有点烫，慢点喝。我急了吗？我谢谢你啊，你们着急。 是我着急，我就是想看看，钢琴系的高材生指挥一个吊车尾的乐团啊，到底会不会赢咱们院里的精英乐团？哎，是啊，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，我还真有点想看 S 团和 A 团的比赛呢。张老师，你就别再起哄架秧子了。胡老千，我觉得你这些年啊，这教书教的脑子瓦特了。 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多大岁数了呀，还那么大的练习心态啊，非得看人家输，输了你就高兴了。张老师啊，我觉得艺术家呀，应该保持一种青春的状态。我这个人就是童心未泯，我就是喜欢看热闹。费大师不是说了吗？这个谁输了谁解散。那要是 A 团输了解散了，那这个局面。 那是多么的微妙啊！不能够，秦霸，那面、牛肉面，吃吧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本店还开发了新的套餐，想尝尝吗？ 太不够意思了吧！这区别对待 ，S 团必胜肯定不是因为你呀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呀，我超级无敌可爱幸运的吉祥物。我怎么没觉得你运气好啊？因为我遇到你啊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。那我上辈子一定是毁灭了银河系才遇到你的。<笑>你终于笑了，你刚刚练习的时候一直皱着眉头，这里都快有个字。什么字？哎。 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，大家都在呢，要相信大家。交响乐的每一段旋律都是需要精心打磨之后的结果，怎么可能只靠运气或者友谊就能取胜啊？可是我觉得音乐就开心就好啊，哪有那么多复杂的？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别怕丑了，来，把我最爱的给你。
排练号一，圆号和长号，我要的重音呢？小提63小节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用分工，不要连工。南博，你给大家说一下你刚刚拉的队吗？不对。你刚刚少拉了一拍。我按你指挥进的。我说错了就是错了。难道我要相信你的耳朵吗？嗯？你们这样松松垮垮的态度，是想被解散吗？可是这场比赛完全没有悬念啊 ！S 团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这么努力的练习，就是为了战胜 S 团？你们是 A 团，多久 A 团的节奏被 S 团带走了？啊？继续，今天加练2小时。这种乐团之间的比赛不好玩，干脆直接解散。小吴啊，这一关你们能撑过去吗？老师好。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走路的那个声音呢？刚刚就进来了呀，你有心事啊？九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你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钢琴大师？我吗？我又不是李真言、采薇，我当我的方小汪不好吗？可是你具备的禀赋，稍加打磨，就会璀璨夺目。你难道从来没想过要成为李真言那样耀眼的人吗？可是我抱着那样的心情去弹琴的话，我弹不出自己的琴声的。弹琴对我来说是很快乐的事情，琴声也会让我感到幸福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也对啊，方小窝就是方小窝，不需要成为其他的人。加油吧。采薇啊，上次魔笛的演出你临危受命，可是给学校立了大功啊。你们系里啊决定推荐你啊去法国留学，这是报名的表格，你呢填一下，准备好自己的资料。谢谢孟主任。我跟你说呀，法国的这所学校可是诞生世界级花腔女高音的摇篮，既然是你自己赢得的机会，那你也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想办法把自己也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花腔女高音。可是到时候别忘了呀，成为大师以后要回到咱们母校提携一下那些学弟学妹啊。走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沮丧嘛。李真言说我拉得太烂了，拖大家的后腿。他说我看不懂五线谱，他还说我白在 A 团待那么久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他刚刚又威胁。
我回去吧。其实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大家私底下都很认真。就连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、很随意的勤奋，居然笔记都做得比我认真，你相信吗？当然了，他们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的，其实怀着很大的音乐热情呢。包括陈征，他虽然平时很小孩子气，但其实面对定音鼓的时候，能把自己整个人都投入到节奏里面。干嘛呢？干嘛呀？你老跟踪我。我跟踪你？你鬼鬼祟在这干什么呀你？先别过去。还有徐子忙和徐子轩，虽然很容易犯错误，但每次我说完之后就再也没犯过。包括其他人。你怎么这些话不直接跟他们说啊？这种事情留在心里最好了，没必要到处去说。看来你们吵架了，那我做个好人，帮你一把吧。哎呦，我这呀，怎么了？我怎么听到勤奋的声音啊？勤奋？哪有啊？听错了吧？走吧。干什么呢？走了。我总觉得我听到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哎呀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嫌弃你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敢嫌弃我？哎，不，哎呀，是我说错，是我说错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像你长得这么漂亮，皮肤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你还用这个面膜是吧？小蜜蜂面膜，我给你买一盒。我给你买一箱，行了吧？保证你用完之后，你这个皮肤越来越水润，越来越漂亮，比你现在更漂亮一百倍，好不好？嘘。哎，出来了，都走远了，赶紧出来。嗯，你先走吧。哎。刚刚的事情你别告诉别人啊，答应好的面膜我会给你买的，一箱啊。马上就要比赛了，你确定换曲子？我们不能小看 S 团，更何况之前的曲子对于 A 团来说太过于驾轻就熟了，我们必须让人眼前一亮，咱赢也要赢得彻底。这个空降的寂寞，你确定他能行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纤细而有力，技巧非常完美，但是老柴的曲风是有着能感染人心的力量，而寂寞的曲风却……寂寞，看从第七节到十七小节你都演得特别好，但是感觉到了这个位置你没有变化，我觉得可以再更强烈一些。齐墨，老柴的歌是充满了忧郁的气质，你的专业素养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你的长相也符合这样的气质，但就是差那么一点，就像木头，像木头。把握忧郁的骨灰色调呢，首先要有恋爱的感觉，那种少女粉红色。你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？你的乐曲中呢，就是没有这种色调。
正如你的人一样，刻板、僵硬。哎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谈过恋爱啊？当然也没有分手的经历。我说的对吧，指挥？季默，这一次的比赛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期待你下一次的改变。好。认清现实，虽然你们都是首席，可是留级生和一定的留学生啊，差距就是。你说什么啊你？我说，你们 S 团这些不入流的学渣，就不要妄想能赢过田师兄的 A 团了。怎么？你不服？比赛我会认真比的，不会放水的。我也一样。还挺快的，我看这个质量不错。哎，挺好。啊，我们快发一下吧。你们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当然，不快。那我们今天十个十个，你看，我们够团服哎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团服。对啊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上台演出穿这个呀？穿这个。对啊。对啊。我们是不是可以看指挥大人换衣服了？脱脱脱脱脱脱脱！别瞎闹，别闹！哎，拜托，腹肌我也有，好不好？再看一看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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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闹！这样，这个我就先收着啊，我下次穿过来，好吧？你们先发，你们先发啊，别管我。好了，发吧，发衣服来，木管，来木管，木管。你们自己发，同款，同款的，同款的，两袋都是同款的。不要抢，二级，二级，二级。你有什么毛病？我们两个。我那件先放你那啊，我的呢？啊，我失误了，统计人数的时候把你落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反正他又不用比赛。啊，没事啊，反正小欧又不用登台。嗯，没事，我这给你，你拿着，没事。哎，不行，你一个丁音鼓在台上不穿团服，那怎么叫一个乐团啊？行吧，这次是我脑子不好使，我落掉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下次多补两节给你，行不行？反正我也不用上台，我只能坐在观众席。那你帮我们想想怎么搭配比较好？要不你的裤子，我觉得。我们大家先排练吧，走吧，排练去。啊，这个先放这儿吧。上台吧，我们从头开始来一遍，好不好？
大家先把衣服都收好吧。衣服先收好，放一边。哎呀，费大师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接受一下魏编辑的独家采访。不好玩，没时间。你看，一跟你说采访你就没时间。你到我们学校来多长时间了？你说你参加了哪一场活动？你老是这样不答应，你叫我怎么交代呀？跟谁交代？跟雨棉吗？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林校长倒也没明确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学校这个毕业季马上就要来了，接下去就是招生季。您呢，作为大师，现在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金字招牌。哦，您没有时间接受采访，那行，您开个微博账号啊，那也能够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来报名我们学校啊。那就不对了，我们招进来的学生应该一视同仁啊，学校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成长的必须条件，对吧？如果人家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很优秀了，那你们来干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你看哪张好是笑？哎，都挺好。哎，大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咱们是不是音乐学院？那么搞音乐的，是不是需要有天赋？大师，嗯，天赋。哼，只怕是有天赋的孩子站在你面前，你也是认不出来。我认不出来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去。找那些有天赋的孩子去玩去了啊！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等等等，你还没答应我采访的时间呢！哎呦，小提琴、大提琴、双簧管、单簧管，还有小号，你们都很重要。但是还有最重要的，指挥官。哎呀，关吉祥物什么事儿啊？一点都不起眼。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努力，就我一个人在远远的地方看着，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努力。小吉祥物，玩什么呢？那么高兴？飞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退 S 团了吗？谁说我退出 S 团了？我只是给你们出一个考题嘛。输了就得解散，谁出那么变态？真正的考试就是这么变态，甚至比这残酷的多。每一个要走音乐这条路的人都要做好准备。你也一样，我才不会走呢。哎呀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上次就说过了呀，我想教小朋友弹钢琴，让他们从小在音乐的环境中长大，然后跟李振言每天在一起。像你这样，怕不可能啊。你看他们每天都在为这条路努力，而你，难保不会被甩呀。我才不会被甩。你是不是也是他们中最没用的一个？那我带你回家吧。尝尝我新做的蜂蜜柠檬水，这次我改良了配方，还加了蒲公英，是我爸特地寄过来的，还下火。嗯，好。你已经一动不动的看了3小时28分16秒了，你要不歇会儿吧？时间来不及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饿了自己点个外卖。我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做饭。那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可以自己刷刷微博，要是实在不行，自己上去学习。
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们出去吃饭吧？我还好，都没弄完呢。食物是灵感的催化剂，走吧。你说要请我吃饭，就吃这个。对啊，今天我请客，想吃什么就点。可是看起来一点也不健康啊。这就很好吃的，吃一口你就知道。已经熏黑了，简直就是惊死。哎，还行吧。嗯，太好吃了。李真言，我真的觉得团服很好看。哎，不过好看也没什么用，反正我也不能上台穿这个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把我那件拿走吧。我不是想要衣服，我怎么了？没事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我继续回去研究谱子了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我们 S 团士气那么高涨，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行，就希望借你这个吉祥物的吉言，咱们回去好好发挥。李真言，不想当吉祥物了。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不开心。不开心就别当啊，反正没什么用。哎哎哎，黄小窝，结账。好的。如果我想要一起演出，除非乐团的演出曲目是钢琴协奏曲，像现在这种情况，我除了加油，也做不了什么事了。木头，你的恋爱粉红色找得怎么样了？我叫金墨，我叫木头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的问题不在练习上，因为你的技巧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就是不敢相信你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找过女朋友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要不然我给你支个招吧。你有办法？你会说？说谎狂？我不会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谈恋爱这件事儿呢，整个北汽我最熟，要不然我教教你。谢谢你，不需要。想让你的音乐中带上粉红色呢，你必须找到那种魂牵梦绕的感觉。比如说，偶尔一场邂逅，你偶遇一位漂亮而又可爱的小师妹，然后你整天都会想起她那渴望。是你，怎么又拿不动钱了？不是，我来是想，跟你说，我喜欢你。啊！这是信，这年头还有人写信？你要是觉得土。就还给我啊！没，我不觉得。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师妹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哎，你说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我们两个团马上就要比赛了，这时候你过来送信表白，我没想那么多。我一直就想跟你表白，可是没有鼓起勇气，今天终于说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问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我有啊。
对不起啊，当我没说过。你别走啊！可是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吗？是啊，有女朋友了，是你啊。走，你说你也太可爱了。我们两个团马上就要比赛了，这时候我不知道吗？我们去甜品店吃东西，好吗？好。你好，一共135块。请问怎么支付？我微信支付给你吧。您的余额不够哎，您或者用现金支付也可以。我出门没带现金。要不我先帮你给吧。今天幸亏有你在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拿那么多东西，好尴尬啊！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我看见你拿着乐器，你是不是也是白器的学生啊？你学的什么啊？双簧管。双簧管。你好，我是白器钢琴系的方小窝。我叫寂寞。寂寞。纪念的纪，墨水的墨。哦。寂寞，你是不是话不多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不太多。没关系。你话不多，我话多，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得把钱给你啊。加微信可以，但是还钱我觉得没必要，要不你把这个给我。给你。谢谢。你为什么要这个呀？我觉得它或许能帮我完成一首很好的曲子，作为补偿。我送你2盒这个，白梦多的咖喱块。谢谢。没事。你人好好。